Hello，我这期的话就是想推荐一个孔四社，四社。Hello，这期是一个 MVC 的口红试色，然后也是我就是用下来几支，就是比较颜色不挑人，然后日常显白的一些颜色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那就收看下来吧。我先推荐这支 Cherry 的话，反正就是每个人都会必备的一支。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的话，抓紧时间去入手一支吧，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复古的妆红，然后是那种呛口小辣椒的颜色，反正就是上色的话会很显白，然后日常是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？任何衣服都是能搭配的起来。然后我先给大家就是，上色给大家给看一下。它就是有一种，它的质地是比较滋润的，然后不是那种偏干的。然后大家可能一提起 MAC 就会觉得他们家的口红好干，其实并不是的，他们有些就是比较质地比较偏干，但是有些又比较偏滋润。这个颜色的话，我就觉得，任何人都是能驾驭，然后又很显白。下面这支的话是 Ruby Wo，Ruby Wo 的话颜色质地的话就比较偏干，然后我给大家就是手上稍微就是看一下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，它的话就是那种复古的玫瑰红，然后像樱桃的那种颜色，我给大家涂一下。如果就是说，它这个颜色的话会比较干哦。如果是你不喜欢那种干的话，就直接可以，有点虚焦了。它这个颜色的质地会比较偏干。如果说，你不喜欢这种干的话，直接就可以舍弃它了，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偏干的。我个人是还不介意它这种偏干的质地，因为干的话就是说保持的时间会稍微会比较久一点。直接给大家看下一个颜色，CB96 的话，我当初买它就是为了，使用它的时候就是叠加在别的口红上面的另外一种效果，它是带一点人鱼姬的那种颜色。看得见吗？对，它是有点闪闪的那种人鱼姬的色。然后我当初买它就是为了，口红能一支口红能有另外一种效果，就是说。这样子就是说，我每支口红的颜色都可以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每支颜色都可以上这支颜色，就带一点人鱼姬的那种色调在里面。下面我推荐这支是 Amoureuse 的话，它是树莓色，就是有种紫调。然后我推荐你们就是。涂淡，不要涂浓。涂浓的话，它就会
比较暗冷色，就比较冷调，然后会比较偏暗，颜色的话会比较难驾驭，所以我一般就是自己会涂薄。它是有一种紫调系在里面，是一种非常温柔的紫。下面我推荐我近期就是经常用的一款，也是我最后一款 Marrakesh， 也是 MAC 近期的新款。然后它是跟 Cherry 还是有点不同的，就是但是网上的人说它跟 Cherry 有点像，但是它是偏那种妆红色。我给大家试这里吧，这个颜色。然后我跟那个 Cherry 对比一下， Cherry OK， 圈里的话稍微会质地会偏亮一点，这样一对比你们就知道了，它那个 Marrakesh 会比较偏暗一点。然后但是我更喜欢Marrakesh 的颜色，因为它是比较偏暗，然后质地也是偏润的那种，它薄涂跟厚涂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。OK， 那么今天我的那个 MAC 的试色的话就到这里了。你们有什么好的推荐，或者下期有什么想看的话，也可以私信给我。拜拜，拜。